你们不好，我奶奶比你们打得好。我们可以看。为什么我们输了？我被羞辱了，我输给了女孩。你们需要帮助。来我的山上和我一起训练，我可以让你成为勒布朗·詹姆斯。我在詹姆斯·哈登七岁的时候训练过他。你们回来了吗？你们为什么还要挑战我？你们没有资格跟我们打。我们从上山的大师那里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他教我们做了布朗。
太惊讶了。Go. I'll prove you that I'm the best coach. You wanna go? 1v1? Let's go. What's up?Go first? Let's go. Oh! Don't mess with me. Come here, boy. Teach you how it's done. Got the skill. Let's go.